part of a foreign nation. Hello, baby girl. Hello. 掉了是不是？一下哭了。Hello. 你今天换衣服了，哇，好可爱哟、哦！你说妈妈 ，Hello。Hello。宝贝的双满月快乐哟！来看一下你的 outfit。哎，也是你的 outfit。来，你看。舒服吗，宝贝？这个按摩椅满不满意啊？哎，小姐，哎，你好，还有，哎，被自己吓醒，你这什么表情？你被自己吓醒？你等我干嘛？是妈妈拍的，你等我干嘛？你等我干嘛？你被自己吓醒是不是 ？Is mom? Mom. 叮。叮叮。你这什么姿势？啊，笑了！你自己也觉得很好笑，对不对？这个是戴起来的样子，就是比较 elegant 的感觉，这样子。啊，怎么啦？看这面啊，奶嘴掉了，没有沾到。刚刚有人说要推回婴儿室了，结果现在……啊，他醒了。嗯。又舍不得哦，口罩都戴好了，又退回来。我们要慢慢搬一点东西回家了。来吧。好。哦，今天是吃军品的。军品有这种西餐式的东西，我都不晓得。还有这个是烤鸭。烤鸭。这是烤鸭的粥。哦，皮在这里是不是？哇，这一道碗薯泥耶！哇，现在是晚上的11:30，我们要送晚班的姐姐们，双满月的小点心。我的小宝贝醒了吗？还没醒啊。哦，这次双满月我也准备了一些小点心给这边的工作人员。这是小仙双满月要送的点心，是马德莲跟可丽露哦。哎呦，好可爱哟、哦，受不了哎，你怎么这样子？然后本来在东方文华办的双满月 party， 我们就因为疫情然后取消了，所以应该是会延后。因为我们的定金其实已经缴了，所以还是要在今年的12月底前把它办完。所以我们还是会办，可是可能就变成 Christmas party， 我你知道其他的护理室对面让非常非常的好，非常的照顾。我把他照顾得很可爱，宝贝，嗨，阿姨问你说可不可以在这里待到18岁，可以吗？哎呀，要哭了，啊，好可爱哦，蝴蝶结的造型，蝴蝶结歪歪的，他现在还是帮他买的东西都还是有点太大，我的朋友们看我的 Instagram story 都说我跟他跟我啦，他跟我长得很像，有吗？有吗？宝贝，结果这个帽子也太大了，怎么办？宝贝，喝奶奶哦，下午了吗？睡个觉还睡成这样，真的。Hey, whole afternoon, man. Hey, bye, Jake, nay, nay.Shake 捏捏，哎，所以你这样是什么样的状况啊？哎，可是超可爱的。我要讲一下这个衣服，这衣服舅妈买的啦，1件8万，超可爱的，有没有？结果本来它是包屁衣，就现在因为疫情关系货运延迟，然后送到的时候已经扣不起来，变上衣了，超好笑。小轩，哎，睡着了。管子扭一扭，脚抖一抖，扭扭扭扭扭。Everybody, 奶奶，扭扭。
和奶奶哦，一奶奶，和一奶奶。Everyone's 奶奶 ，What's 奶奶？我要来开箱了，这是 LV 送我的礼物，那我现在已经把它拆开来了。然后第一个是他们送的这个很可爱的端在手心上的祝福，有这种肉粽的感觉，然后里面是一个多肉的植物。啊，我先拆卡片好了。哦，卡片很厚哦。好，先来拆第一个。哎呦，这怎么拆比较好呢？感觉拆之前是应该先拍照啊，拆好可怕。哦，是香水，超多香水。再来拆这个，我应该这样拆吧？啊，这个是精油抗菌喷雾。我们现在疫情的关系，可能就送这个，大家会非常喜欢。这个是洁手凝露，它是薰衣草，有酒精、芦荟、小黄瓜、仙人掌。这个我有点想转送给月子中心，因为大家知道我有除了自己干洗手之外，大部分时间我现在是 work from home， 就是我算是幸运的那群人，所以我想要送给月子中心的人，就是他们每天工作，他们一定会很需要，希望大家都在这疫情可以平安，然后如果有多的资源可以给需要的人用。好，现在拆完箱，等Sean回来我们就要去吃火锅了。没关系，这次加了泡面，看起来好好吃哦。今天的点心有百香果。我们在入住的这段期间刚好是端午节，然后月子中心送了这个水果粽，等一下可以拿回家给家人吃，超多的，好细心。这个里面真的是奇异果，是真的奇异果，啊，是水果。那外面是什么？我也不晓得，还蛮好吃的，啊，外面不知道什么，还蛮好吃的，哦，然后因为明天是端午节，你看有一个水果粽，然后 Sean 说这个水果粽好吃，这个红色的应该是 strawberry 吧？ Yeah， probably。 对，还有福宝宝油饭，然后还有水果，超多的，真的。这个是，这是离开之前的点心哦，超开心的哎。这是刚拍完影片的样子，太可怕了。好，我们再过两天就要回家了，所以我顺便来整理行李，然后把这些都整理一下，然后可以把一些用完的化妆品丢掉。刚带我去就不用这么多了。嗨，你们，你怎么这表情这么好笑？刚看完医生怎么样？我今天收到 Linda 给我寄的东西。Mira。Go racing， OK？ 怎么样？爬山、冲浪，你要丫丫吗？要带丫丫去吗 ？No，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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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丫丫，好 ，No 丫丫， OK， OK， 他假一拳呢 ，Just you and me， 我，你要带妈妈？你要带妈妈？哦，好好带妈妈哈，带妈妈 ，No mommy， OK？ No mommy， Just you and me， OK？ No mommy。Just you and me, no mommy. Yeah. 你跟我跟丫丫，我们三个。有妈咪，有妈咪。
Okay, mommy. Okay, okay, let's bring mommy. Okay, bring mommy, bring mommy. Okay, bring mommy. 要妈咪对不对？妈咪也要去啊。嗯，妈咪是不是也要去？对啦。Here comes the moon. Hey.